上孙悟空，伊甲咱大家所看，即马所看到，这是咱，而且着咱是天年孙悟空，过着十天干十二地支，那个福气归位。首先，十天干代表着甲乙丙丁，戊戌金准壬癸，十二地支也代表着子丑寅卯。市长，他是咱台楼的纪念，今天来呢，祝福我们的黄伟哲市长身体健康，你们的气温带来繁荣跟平安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现在请大家移驾，将那贵宾椅甲总体来做点会议先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参与庙会的活动，不是只是看热闹，这个都是传统的礼俗啊，也是妈祖奶奶要保佑大家。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春牛宫，因为我们台湾是农业立国，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春牛宫呢，能够让我们的台湾呢，能够一年十二个月都是繁荣兴盛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参加这样的活动，也可以做一个。现在在咱孙悟空下面有点着这个金呢，代表着天干跟地支，十天干十二地支，乖，一定要保佑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我相信信众大家都有发现，咱每一年孙悟空的这个颜色都无同，这是配合着咱每一年的这个节气。今年是属于兔牛，所以今年呢，咱看到咱的这个牛的颜色是属于金色的哈，对，这个金黄色的那今年也算讲是首创，过去咱都是伫元宵节国际烟火的时阵，他用这个抢春牛，但是今年为着要做防疫，但是咱这个传统的咧烧袂使放，所以咧，咱今年咱就首创，伊就用跨春牛来供上春牛公福气归位。对哦，即马咱的委员哦提出来，这是牧草牧草啊，像讲咱的牛爱食牧草，那这是咱的村牛公啊，咱来伊牧草，咱一个用牧草做火把，来点起着咱的这个化村牛公的这个鲜血。就是咱的议员、副长，以及着咱代表会主席，咱新九年建设总干事长，请大家吼来提一个牧草，咱要启会这个仪式的牧草老师，麻烦你那个麦克风音量帮我调大，因为这边锣鼓声，所以都盖过去，贵宾听不清楚。
的信众来再退后一步，退后一步哈。贵宾请先再退后一步，等市长跟主委点了以后，我们再靠近。你先先我提一下，先先我提一下，因为我们媒体要拍摄，也镜头录不去。哎，请请退哦，请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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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整皮，请退，来，点火，开火，迎上新挑你。武功福气归位，将国泽民。将国气，将国泽民。本来疫情会当早起结束，啊，会当予咱谢谢感谢，会当予咱世界太平，咱台湾安定。也非常感谢着咱黄伟哲市长，以及着咱郭信良议长。啊，咱所有的先生代表吼，恁即卖会当来排队，予咱的琼主啊，咱的村姑公。甲恁吼，甲恁动脚床，啊来甲讨伊五谷吼，安尼转去吼，你的五谷放啊恁的保险箱啊，啊是恁的财位吼，安尼恁会大赚钱，啊恁若去予讲着哦，下摆运气好运来哦，这讲爱足好个哈。来，村姑公你起来，啊恁照排队一下一个，若要好运的来，若要好运的来哦。市长第一个哈来，市长要让咱的村姑公讲哈来。好，三边好来，你们闭嘴，两个闭嘴。哇，咱为市长边走到这个所有的不如意，来讲歹运气。运来啊！祝贺了咱的市长身体健康，安尼运势强。咱市长运势若强，咱台南市政就会赞，就会用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拍一个手啊！来祝福我们的黄伟哲市长。这讲的足好个哦，这讲的歹运气，好运来啦吼。这吼上好个吼，来，啊，搁有五谷哈，五谷转去吼，你着爱吼，放摕红包落来哦。啊，放下吼，放下你的财库呢，吼，财库就是你的保险箱，也是你的包包，迄会当予你吼带来大赚钱哈。啊，你若摕无到的吼，就足可惜啊哦。多谢，感谢。谢谢，感谢主委，主委你敢有讲？啊，主委等下，啊，主委讲较大，咱的庙就会旺，愈来愈旺。吼，妈祖神威显现游台湾。